起来你想看美凤有耶，祝你中午用餐愉快。南宫宝刀配英雄，就像说是灶咖呢，我们的宝刀要配后围街的菜店，真的很重要。有的时候因为菜店你处理不好些，它会会有细菌啊，怎么清洗怎么使用其实都是很大的学问。你如果切到肉哪里没处理好或是什么，你就会再拓其他的物件。好的，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齁，今天咱咱这启明兄这菜店就这款的齁，有的是塔扣的啦，啊有的是这个塑胶的哦，还有很多的这个材质选择。那妈妈们我们该怎么选择呢？你敢怎样我们一起来上课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选一个好的菜店，让我们做料理可以很安全很放心，然后又可以比较长久的使用，又比较省钱呢，永固嘛，对不哈？阿哥底下很容易保养，很容易清洁。好的，南哥爱注意下面呢，待会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喽。好，我们请到我们今天特别来宾，基本上是幸福的女人呢，真是好妈妈、好太太的黄小柔，还有我们的蔡婉玲师傅。嗨，大家好。欢迎你，请安尼，我感觉你是够有啊，吼！啊，种不多嘛，还没啊，还没。但现在已经没有在避孕，希望很快可以跟六月姐一样有第二胎哦。哎，不容易耶，跟圣公吼，笑脸，你们还算年轻啦。然后有了第一个之后，不会觉得他很累，没想到马上又想要第二个。对，小孩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对啊，而且我家小孩蛮好带的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每天回到家，就是那个是一个精神支柱。真的，哎呀，我觉得吼，还有一个人最高兴，但除你老公之外，就是你妈妈。哦，我妈妈开心，哎呦，而且我儿子真的很识相，不愧是我儿子，是不是？看了我妈，然后阿妈，哎呦，阿妈，妈不用跪，开心跪。前若要去看孙，搁爱走去国外，澳洲是不是？即马离家才几年，你生一个？对，即马伫安坑，毋是伫澳洲，差就多，吼，就开心。好，今仔要跟大家分享做料理哦。我不晓得你平常做不做料理，但现在做了，现在做了哈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大帅呢要来跟咱分享客家料理，然后要跟咱讲吼，在厨房怎么样做会让我们厨房更干净哦。好，家里面更加好，小孩子更健康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今仔要做什么料理？好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日吼做一个啊，足好食寿司牛排，唔捌食过。寿司牛排没吃过，没吃过哈。再来做一个红酒泡菜。哎呀，根本单独红酒就好。寿司牛排的食材有：五谷牛排两片，寿司醋饭三碗，寿司海苔两张，小黄瓜两根，红萝卜两根，蒜头适量，迷迭香适量。月桂叶两片，红酒泡菜的食材有：甜菜根二分之一颗，黄节瓜半根，绿节瓜半根，黄萝卜两根，紫萝卜半根，白萝卜二分之一条，小黄瓜一根，蒜头八颗，辣椒一条，红酒两杯。那就咱首先要切这个泡菜，开始切啦哈。好，来。啊，美凤姐，你知影啥无？肥皂。这个哈，这是最好食的甜菜根。甜菜根，对。对啦，我也要讲，我在宫美的甜菜根。那首先哈，生菜那种很多那种，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。好。重点是倒位啊？你知影无？那就要切物件上需要一块厚的。哦，菜店吗？是啊，菜店。那要菜店边啊，使用那老师慢慢甲大家讲吼。那即马一般吼，咱这个咱就清切切的，你看这红红的照出来啊，哎呦，好很漂亮哈。它很容易就红红会。是的，对。那如果说咱一般的菜店落去的卡其盖来对。比如说有一种塑胶的，或者是浅颜色、白色，它就变成紫色。它变紫色，而且不好洗哈。哦。那今日你看，咱用这个美国无菌砧板来哈。无菌木砧板来切切，你看麦啊，就那切一块一块哈，哎，切切的哈，安尼哈，你看麦这是咪红红？对，红红，你看麦啊，那唔知我当了切到手哈，哎呦，你也切到当了切到手，切到手啊，对哦，啊，啊，今麦这个哈，我先来
放在这哈，那就看到嘞，来带你去。啊，今嘛你看买下这个哈，这样很难洗。你看了哈，你看了，我们提一条这个纸巾，纸巾哈，很优雅的这样子把它一擦，这么优雅。清气溜溜啊！你看嘛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那我如果再沾一点水，它不是更干净？是的，来，美梦姐，你个气孔麦芽姐，喝啊喝。来，气孔麦芽姐哈。对不起，来哈，切姐哈。好，来，你个切姐嘞。好，切姐，你看麦芽姐，它的砧板，你看更干净了。是的哈，这个卫生纸你看它清气，它清气溜溜哈。那你看这里这个。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脸都可以贴在上面。真的啦，那就不要贴老公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该为什么跟我这样？这油的啦，洗干净后这样好用，你知道不？因为这吼，咱这米拉钱拉工，拉工拉钱不切不了。因为我是干妈工吼，我是干妈工。菜店还有一种就是说用擦口，擦口就是有时候会痕迹很明显，糊糊。那糊糊有的时候就是跑到菜里头。会。那还有就是你别清哎，其实因为它有痕迹，有那个有时候不好清，就是你要怎么卤比较那个。所以公姐菜店哈，就怕是说它切的时候常常会刚刚。痕迹很明显啊，是啊哈，阿公我等到底是在洗手水还是没在洗手水还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是现在妈妈要考量的。好，来我大家介绍一下吼，诶，咱即马来切切吼，上主要伊迄高密度，高密度啊，形容得好，你看咩？糊糊就，对，看到粉吼，啊，像咱一般的茶点吼，你切的吼，粉就清楚的啦，粉甲一分，甲就那个藏污纳垢，哦，洗袂清气。啊，一般美凤姐，我甲大家报告吼，足侪妈妈讲啊，提起了烧水啊，对，烧水洗洗啊，消毒，哦，消毒对不对？对，啊，无就迄个丝瓜，比如迄种菜瓜布，菜瓜布一款的，啊，对，还有那个脏露啊，看一下嘛，哦，对，啊，等下你讲咧切足水的，你看蛮好安尼。好，阿婆应该行啦，无脏路阿婆是啥？我跟你讲吼，伊咱一般的迄啰店吼，你讲一般的茶店吼，你摕去烧水洗洗，然后你烧落去吼，伊会翘，你搁遐拍块单，啊拍块单也翘起，啊翘起你怎啊切物件吼？变有时候这边垫高，有时候垫低，嘿，垫低对。刚才我这些这个是吼美国木砧板，非常的平整，你看麦阿姐。那一般呢，就讲厝的咧，妈妈咱那个厝的吼，有些剁鸡啊，你知道无？你看麦阿姐，砰！给它拨开了，因为它下面垫吼，有一块砧板下面垫，怕指滑也垫细粒吧，指滑，它中间中空，它中空你把倒过去跳都起来，那它很危险呢，啊，哦，危险对啊哈，看咱这部很平整，非常的哈好用哈，咱今麦来放一块盐哈，放一块盐来辣辣的哈，先来腌它，对啊，腌制哦，去它的那个哈深色味，嗯，把它洗了一点钟。哦，好，是点钟，洗五的一点钟过去啊。好，还免做呢，免做呢哈。你这个爱用我，我还较严的。我还较严的哈。我一点钟过去，咱今日有吼，咱免啊泡吼，免啊泡吼，这足即马甲大家介绍的。好，耶。你看即马泡时啊，咱去用请，咱去用请。有时啊，咱去即马开车袂使啉伤济，对啊，拢会。豆丁诶，春诶，春诶，该变怎？啊，炸豆丁啊！哦，炸豆丁啊！没喝完的红酒，不要。啊，炸豆丁啊，好，那可以。好，这个好的，这个哈，好。那你可以把它倒进来哦，你看了哈，就直接把它倒进来。哇，还不少嘞。那那个哈，那因为那得两个小时又倒哦，把那个水沥干，沥干以后那做的腌泡液哦，那个糖水，糖水，哎，放一寡咱的食谱来对弄一下。它比较红红哈，放一寡石榴汁较水啦哈。啊，你红的啊，红的。不放也 OK 啦。是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里面没有生参哈，那软体什么解腻嘛哈，开胃，每样给坑落去。那你可以喜欢吃蒜头，可以放点蒜头下去。那麻烦你把它拌一拌。这样哈，哎，好特别哦，很优雅的拌一拌，真的是。它这个呢，看到冰箱给冰起哈，冰一缸的点，洗洗几下都晒哈。哎，那这个边有做好的，好，这边做好的哈，哎，这是做好的哈，那等下试吃看，没阿姐，这个收起哈，好的，收起哈。那你们过来做咱这个牛排，寿司牛排，你唔捌食过哈？我冇食过呢。唔捌食过，我等下煮给你吃哈，煮给你吃哈。啊，首先呢，我们腌一下哈。啊，赶快就讲一点仔红酒啊，火给开开哈。我开啊开啊。啊，也是用红酒腌。对，红酒腌没有错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来放几束的糖，这个比较不一样。跟你讲，老师牛排为什么腌这个？对啊。你那当然包在寿司来对。哦。啊，虽然一寡味道。哦，啊，这爱用手给敲敲不？哈。
不需要吧？好，来来，你的手都戴，你的手套戴好，我讲。哎，就把它马杀鸡一下喽。对对对，好。然后再爱寡固的时间。哦，这水好啊，水好啊。水好啊。啊，加点黑胡椒。好，黑胡椒。嘿，可你要较胖，你可以加点那个香草粉，然后那就安尼较胖就好吃。嗯，好。好。好，来，麻烦美凤姐哈。好。其实也不要特别沾什么粉嘛。哦，没，不用沾粉。好。不用沾粉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下去煎一下哈。好的。好。OK， 谢谢。没。好，那我们的锅子里头呢，放差不多一茶匙的油就好了，不用多哈，不用多哈。那今晚那里坑个煎哈，哦，那很快，热的也很快哈，一下子就好了。要几分熟呢？哦，几分熟，我们它煎差不多七分熟就好了，没关系。你看没有？恰恰这样，啊，好美，很美，你看，你看，对，端一端一端的，肉质都没有流失哦。嗯，所以在里面。还是大火这样。哎，就咱的中火就好啊，中火哈，中火，你看没有？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是哈，你看好不？辣椒，我这个肉丝你看，哎，就胖了哈。那我们现在来切了哈。好，这样放上来感觉好难洗哦。是啊，好难洗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就拍水，但是今天你碰到它又糊了，那你看切了哈。对切啊。哇，你看嘛，肉丝你看这么漂亮哦。哎。啊，等你，还过切，过来切吼。要哪边切？要包在寿司里底，要包在寿司里底。啊，即马来放个盘仔哈。来，咱即马你看没有哈？那一般像咱的茶点，它会渗透进去，家里就歹势。啊，即马咱今日有这个哈，美国无菌的木砧板，那密度高哈。它以前它是用那个，一个咱的原木纤维哦，高压精化制成的。哦。哎，所以的密度就高嘞，无毛细孔。所以你看没有这酱油、酱汁、油，你看，哦，你看切得清气溜溜，你看没有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嘛，你看来过一张，来看没有？对啊，咱台南的观众朋友看不清楚，咱今麦过来看一遍。你很心嘛，刚讲台南的观众朋友，哎，咱个看一下呢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你看没有？七加多，清气加多，你看是不是？清气溜溜，哎，真的耶，真的很干净。然后到时候再用水或是什么的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，再冲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安尼哈，咱今麦好这个海苔哈，海苔酱丢。好，我安尼我给它包起啊。第一个哦，放个寿司饭哦。好，寿司饭呢？我就选公寿司饭拿白米饭 OK 吗？啊，这个是白米饭去做的 ，OK OK。来，好你家用来平平啊！哦，不是煮米饭的，不是，这是白米，这是白米。那叫寿司饭是。好，你来这跟寿司醋，寿司醋，哎，寿司醋哈，因为咱这样啃的较袂歹去。啊，了解。来，来啃落去哈，啃落去哈。啊，你们来强调是咱的牛排。好，牛排来，好来你。应该多放几条吧。哎，是，多放几条哦，多放几条。多放几条。好，四条。嗯，安尼哈，多放几条，这样放着。好的，嗯，来，你切切。好，谢谢。赶紧把那个包起来哈，把它包起来哈。哇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安尼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哈。它这个要卷进去啊。你好像直接就包到这边来了，它直接就盖住。哦，直接包到这边来啊。嘿，然后再把它推往里面。这样慢，这先推进去。这样推给哈，这样推给。哇，安尼更的，这更。哎呀，我的牛排会落出来啊。别。还 OK， 哦，这样子哈，你看，来，好来，麻烦你啦。来切寿司哈，阿舅妈姐重点哈，好，唔好你切来用手哈，我对中哈。哦，你都要温水，都要温水嘛。对，咱都讲哈，都讲。为什么要温水？温水哦，就讲触水哈，触水较袂迄落黏的啊。哦。这样子哈，从中间哈。嗯。从中间切哈。哦。较袂红切哦。不哩，唔是，因为你一节一节切吼，自头到尾无我一节的工一样好。他就把它重叠以后再这样切，一样什么？高啦，一样货。你嘞，一样的货色。你高度也无同款啊，个人是哇，我水的你看麦啊者。哦，你讲啊边啊，你小路帮他夹上去好不好？哦，那个是筋啊，扛落去扛安尼哈。我你不了，你拉这盘买古啊轻啊啦，这盘。我来排。哦，你排真啊，跟不同款，不一样。OK。安尼好。啊，除了那个哈切寿司以外哈，刚才这里砧板也做平整呢。啊，你看你切块就够追的，这成平整，你知道吗？很平整，我要来示范一个神奇的，神奇的，这个披萨。披萨。需要披萨，披萨哈。哦，煎好。披萨哈，哎对哈，先煎的。啊，今麦来用这个
披萨刀来切哈。好，披萨刀直接哈。刀，你看麦阿姐哈，安尼好安尼。啊，这菜点嘛无要紧啦吼，这样我就不会有痕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就这样一横就好了。哦，你还无这个这么平整的哈，你来来回回塞个果蝇都要切袂断。哦，平常你塞爸爸都要切袂断。无啦，边啊嘛，伊点菜点的糊哈。哦，啊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哈，你看麦阿姐。再对切。啊，今嘛你切落去哈，你一刀有没有？哦，啊你看麦阿切落。啊这边，啊这个是很棒的感觉哈。好啊。啊你看麦阿姐，你看。哦，够看戏，你看没？哦，你看这中吼，中个放一条什么吼，囡仔爱食的薯条，放啊一盘螃蟹，那国外那个感觉那种感觉。就菜点都是那放啊。是啊是啊哈，啊，今嘛很漂亮，这个另类的排盘吼，从咱这里看。较早无人安尼做啦，啊！即摆咱电视好朋友看过了以后，要搬也免买啊，买坐来做搬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生活品质啊。好了，有的时候大搬啊，上大我免买啊，我们这个就。是啊，这个它可以当一个容器啦，吼！你看麦啊，刚刚家里吼，你即摆人客来吼，安尼就。也可以，如果喜欢用点番茄酱。是啊，也不错。是是，啊！你看麦啊，那即摆咧捧出去水当当。好久耶！哦，你看麦者。啊，咱已经准备来上菜喽。上菜。种有朋友来，然后我们开个小 party 啊，聊天或者是什么下午茶，然后用这样子，很棒的轻食。是啊，面盘啊的那个质感又把它衬托出来，很像在餐厅呢。前面一只菜点起来，切切就咱就捧出来。尤其那个爱，你看那个爱啦，哎呦，真的哦，谁受得了啊？这个一定要讲一下哈。好好好，当那个我们妈妈也好，或者是太太也好，当你用爱做的料理，当你的家人呢沾上你满满的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那种氛围啊，很感人。麦公啊，真正现在需要这种温暖。小梅告诉你，你看他。真是艺术家，对啊，那叫有 feel 诶，改下家，哎，也是问这个，是是番茄酱，你要点一点，跟那个就差很多。它最主要，咱这哦，这个美国无尽的木质砧板，跟衬托它整个质感。对，真的耶，太好用了，摆上来还真的不错看呢。菜点脑壳灵，哎，可以耶。好，来来，请享用。好哦，谢谢谢谢。拿哪一个？来，来，我请你，给一点来。谢谢谢谢蔡老板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个，嗯，这肉其实选的很好哎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的肉质很好，哇，很 Q 哦。嗯，嗯，好酷。嗯，很好吃哦，不一样。哎，自己会卷呢，好像也不难哦。不难哎。哎呀，有时候其实不好卷呢，因为一生。不一定要大耶。嘿，那今天他真的是人气的，看得出来。真正有。因为更加正水。嗯。还想注意哦，他们放在这个砧板上面卷得很漂亮。哎妹。你要简单都讲哈，啊这个乌菌砧板哈，啊这些想注意哦哈，一起美国每哪一个木材在哪都有履历，那你那那食材有履历。身份证一样。他有身份证，每一个砧板上面都有身份证。一种编号。哇。对，一种编号。那西雅图那个哈，一些巨木哈，那木纤维高压的。啊，所以刚刚 DDB 公熊盖多来认证公司，每一个砧板都经过那个世界级的认证公司认证过。啊，过来这些更加厉害，这一个一吼，你可能不知道啥，啊，有经过研究了吼，他每卖一块砧板，吼，啊，提供他那个吼一寡回馈，再回去总数。哇！像那个哈，那个也在源源不绝啊，因为森林嘿很环保，所以咱这哈，咱买这个砧板够做环保，嗯，做环保事业是啊。那所以讲，一寡妈妈外口咧乌白买吼，像你菜市啊买，一袋嘛足贵的呢，啊买等个一砖啊都爱换。我是说，那这个有个好的砧板以后吼，那也是用足久的，看哇那个正反面都可以用，它那个大小的尺寸拢有，拢有就这。啊，等点时吼。它真的是第一，它好容易清理，清洁，然后再来呢就是无菌，就是较重要，因为咱你照看今年妈妈出来没照看，其实拢较潮湿，细菌很多。是啊，弄来很多细菌，然后交叉污染的问题啊。就把细菌吃进去了。对啊，啊，真正人拢知我洗洗给掉起来，像你讲下底拢卡菌。嗯，对吧？这个好像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困扰。对它这个哈，一第一个哈，一抹这些凹痕不会藏污纳垢。嗯，它过来哈，而且终身保固。哇，终身保固嘞！一个事业要做到终身保固很难呢。永不发霉，终身保固。
哦，有时候要买一杯吼，会使用足久的。哎呀，那个人讲买错比买贵还浪费，更何况它不贵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很多好朋友哈，经过人介绍了吼，他有怀疑的态度。对。他今像咱来今日的饮料，他看的电视呢，他半信半疑。但是当你带回去用了以后，你又深信不疑，会从怀疑到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，真的，好，好押韵啊！哎呦，蔡师傅你练多久啊？啊，对，都好物件，好物件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哈。啊，今天就是那个鼠尾草哈，包括这个洞哎，是让你吊着，大细坑拢会吊的呢。哦，啊，今天是那个鼠尾草的叶子，那你都无注意看哈，这个。我今天看过你，哇，今天都十五岁啊！我们用这看了三十岁呢，从这个洞。我李贝，哎，李贝，李贝。重点就是讲表面这个细菌感染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没错，因为你那细菌卡掉，你任何食材它就会跑进去，所以那里加了不好啊。对，啊，有时咱无拄好哪讲啊。有人讲鱼啊切切的，用水淡水唔通用烧水啦吼，咱那个切切啊烧，迄个冷水烧呛起来，安尼就足清气啊。刚才美凤姐，你有咧经验无吼？那些食水果食迄个蒜头味吼，对对对对，把上一道菜留到下一道菜来了。古早咧一块鱼啊切鱼切肉切青菜，水果嘛底下切吼，啊，就足侪都会味道会混合，还会交叉感染。啊，这个就比较没有这种困扰，所以它就好清洁，不会残留味道。又扎实是哦，各位呢，哎，他也就是告诉大家，其实他这个是没发霉的，是真的是很特别，太好用哎，对，而且今天好想带一组回家，是至少对不对？要分享一下，你带两组，一定要送给婆婆啊、妈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真的是还蛮用心在经营这东西。菜店是咱照卡点来用的丢，那小地方那么还可以注意，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，那你也上了一课，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妈妈这好喝的饮料，谢谢谢谢你妈妈。谢谢大家。